大家晚上好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，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。眼皮慢慢的垂下来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、舒服，没有用力压眼珠，摸着眼皮。轻松的闭起来，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。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，我们现在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。然后我们来假设看看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。现在是我们休息的时间，我们现在。感觉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，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放轻松，我们把所有的念头暂时放下。无论是有关工作、教育、时间等等杂念，我们完全都把它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就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ๆ地坐，สบายๆ最少有三个意思在里面，有轻松舒服、慢慢来，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。所以，当我们静坐的时候，怎么做都可以，要单盘、散盘，或者坐椅子都可以。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，不容易酸痹麻痛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们感觉没有勉强，也没有再忍耐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地做。所以，我们不一定要达到100%的失败，多少失败都可以，只要我们满意、感到满足都可以。然后，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。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，哪里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，把它放轻松，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。额头放松，
眉头也跟着放轻松。哪一位正在皱着眉头的话，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调整一下，把它放轻松。鼻子、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，颈部哪位正在低头静坐的话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。因为低头静坐啊，会让我们容易昏沉。两侧肩膀，哪一位两侧肩膀在无意中提高上来的话，当我们知道了，就调整，把它放轻松。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，胸部、腹部。背部，尤其是我们的背部，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太直的话，就会让我们感到紧绷、不舒服；但是如果太松的话，我们就会驼背，然后容易昏沉，容易打瞌睡，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。我们会感觉轻松舒服，而能维持清醒的觉知，正念，腰部也放松。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。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。全身都感到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毫无紧张，毫无用力。如果哪位调整身体调得恰到好处的话，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融化，跟周遭的环境融合，成为一体。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。我们来，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最深、
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好像我们正在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。吸收进来，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、失败。然后，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，我们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感觉自由自在。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感觉好像现在正在坐在一个泡泡里面，泡泡的性质就是很轻、很柔。当我们吹泡泡的时候，泡泡就会慢慢的浮上来。现在我们的身体也跟这个泡泡一样轻，感觉身体可以慢慢的浮上来，慢慢的浮上来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失败。感觉轻松自在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，哪里感觉舒服，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。在身体外面也好，在身体里面也好，或者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好，都可以哈。我们把心放在这里，没有感到勉强的，这样就可以。失败，失败的做。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那个舒服点的时候，感觉就好像我们正在枕着柔软的枕头一般。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，定在这里。感觉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，越定，舒服感会慢慢的增加，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扩大。我达到无尽无边，失败的，我们会慢慢的体会到，其实轻松里面还有更轻松，
自在里面，还有更自在，感觉好像在这个世界上，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，能够这样把心宁静定下来。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。
听，轻松，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，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的宇宙。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，那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，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宝一样。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，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已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也愿我们只交善友，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也愿我们身体健康，长寿，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，有龙婆祖师、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。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，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。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ะระ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ะโสสัพพะ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ะ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ะ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ชิงตาเจอีจุยฟ้าสีตะสินผู้เสียงสุยสีกงเตสังตุ昨天讲到持八戒的功德利益是很大的。如果哪位想在大佛日持八戒的话，这个星期四是大佛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那如果要修功德的话，今天我们来听维萨卡大优婆夷的故事，
今天是最后一集啊，第26集哈。毗沙卡与随从众生修波罗蜜，每一天都过得很法喜，每一天都是修功德的机会。当临终的时候啊，他就看到自己修功德的画面，因为从我们看毗沙卡的故事，从现在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，他每一天都很认真，很爱修功德，所以呢，当临终的时候，那些修功德的画面就一直涌现上来给他看，比方说有布施，有持戒，有听闻佛法，有修行静坐，供养袈裟。最法喜的就是他有建设动员景色，大家应该记得。他把自己的特殊服装，要卖掉，是卖给谁啊？卖给自己，然后呢，自己就把这个善款，这个功德金拿来建设这个动员景色，供养给佛陀跟僧团。因为他已经证出果，所以呢，心非常非常的明亮。证出果的人，也可以说已经为自己关闭恶道之门。如果还要轮回的话，最多就是7世而已，7个辈子之内就会进入涅槃。他在人世间的时间呢，总共120年哦，很长寿哦，120岁。转世为化乐天天女。化乐天是第几层天界？是在第5层天界哦。身上的光芒很亮很亮。有一天，阿那律尊者是天眼第一啊，去倒立天。倒立天是第2层天界。有一些阿罗汉呢，就是当白天他们要休息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进去疗房休息呀？他们是有神通啊，就到天界那里去休息啊，很特别啊。所以他去倒立天，他看到了一位天女正在欢喜的跳舞，哦，好像身体可以发光的样子啊。阿那律尊者就很好奇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是修什么功德啊，才有明亮的天空跟灿烂的光芒，他的答案很特别哦，如果是一般的天女，应该要回答说，因为我做什么功德，但是他呢，他就说，因为随喜瑜伽卡的功德，很特别，随喜功德的功德是怎么样？毗沙卡，他用9000万钱庆祝金色落成，他带了500个朋友随从去参观精致的动员金色，毗沙卡就很法喜的供养寺院给佛陀跟僧团。他就跟500个朋友说，他建设这个动员都是很用心，用的那些材质材料呢，都是好品质，都是最好最好的啊！大家应该记得，伊莎哈的朋友要把金，他把布拿来放，对吗？但是不知道怎么放。后来，当
怎么样呢？我擦脚的布啊，我把功德寺院的功德跟你们分享啊，为啥还这样跟朋友说？500个随从法喜的随喜功德哦，但是大家随喜功德是法喜的程度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只是随口说而已，就是当说看到朋友修功德就随喜功德随喜功德，只是嘴巴讲而已，但是却没有从我们的内心讲出来。有很多人是这样啊，因为已经做成习惯了，洒脱洒脱，随喜功德。但是呢，Visakha 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朋友特别法喜，就替 Visakha 法喜大家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看到我们的朋友修什么功德，哦，替他法喜。他对三宝以及维萨卡修的功德起信仰心，不是自己修的功德啊，看到别人，但是我们跟着他法喜，随喜功德，巴利语用什么字啊？阿努摩陀那，对吗？阿努摩陀那，阿努是随的意思，摩陀那是喜，啊，那我才拿就是随喜的意思。不久，这位很虔诚的朋友就离开了人世间，转世到倒立天。倒立天是第二层天界啊。他以法喜的心随喜功德，使他天光光明远到100由旬。阿那律尊者听到了，就感觉哦，随喜功德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呀。那你随喜功德，你可以转世到这里来，就是倒立天。那你的朋友呢？维萨卡他转世到哪里去了？这个朋友就说他现在已经转世当化乐天天王的王后了。第五层天界的统治者的王后啊，我知道是因为维萨卡天女常常来看我哦，很特别哦。其他的朋友没有去看就是常常来看这位朋友，应该是他最法喜的，然后就以虔诚的心来随喜维萨卡曾经做过的功德，大家看了哦，我们要向他学习呀、哦。但我们要随喜谁的功德？不要嘴巴讲一讲而已，洒脱洒脱洒脱，不要这样。我们要以虔诚的心，以法喜的心，真的，随喜他的功德。我们可以看到维萨卡，他当我们的榜样，每天都是他非常有价值的日子，就是爱修功德，直到命中。这个维萨卡的故事就已经圆满结束了，那明天要听什么故事？明天再来听吧。今晚努力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，晚安，我们明晚见。